虚空，晚风相送，一念平等醉一身容，沾满了裂缝，夜色放纵，春去无踪，转眼便到秋冬，是醒了沉痛，爱已旧梦，春去无踪，转眼便到秋老娘给你找个粉嫩的，不不不，来吧，不不不，来吧，我这我这，来吧，我来吧。林轩哥哥，快到了没有啊？到了，马上就到了。哎呀哎呀，你干什么你？林轩，我们不惹事，快走吧，走走走。快。雨珍，啊，哦，雨珍，你就不要再为难林生了。这阵子他为我们母女俩东奔西跑的，也够辛苦的了。其实这里也还行，能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就挺好的。既来之则安之。我们就先住下再说，嗯。对了，太太，
你们也累了一天了，肚子饿了，我去厨房给你煮点东西吃。我来帮忙。哎，让开让开！这厨房人怎么这么多？没办法，住的人多，就这么一个厨房有点挤。你到屋里去吧，一会儿弄脏了。你老想着我，那你自己呢？我都已经习惯了干这种活，别给我。你没事吧，宇哲？没事。你放心，宇哲，明天我就找工作去。等赚了钱以后，咱们就离开这儿，换一个地方。这怎么可以呢？让你赚钱养活我们，我会心里过意不去的。有什么过意不去的？要不是老爷收留我，我早就饿死了。也该是我报答你们的时候。林深哥哥。Simon， 怎么还不下来吃饭？这孩子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，几天也不见个人影。还不是人家那个乡下妹害的，也不知道他有什么好的，迷得我哥团团转。哎，哥，吃饭了。站住！也不过来打个招呼啊？爹地，妈咪，坐下。饭也不吃，匆匆忙忙的去哪儿啊？我到哪都好，总比在这儿来的自在。你看看，这都是你教育出来的好儿子。Simon， 好好讲话。爹地，我一向都很尊重你，可是我不想蒙在鼓里。你们要告诉我到底为什么？不许再听那件事。哥，你就别再问那个乡下妹的事儿了。闭嘴！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。可是你们一天不告诉我退婚的真相，我的心就一天不得安宁，你们知道我有多痛苦吗？除非我死了，否则谁也不准再提姓任的一个字。好，我答应你，我以后不提了。好端端的一桌菜，不让你给搅了，到我书房来。都什么时候了，还使性子？爹地，你就不能告诉我到底为什么吗？
我不是跟你说过了，这是我们上一代人的事情，你就不要再多问了。那么你们上一代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啊？让你不要多问了，就不要多问了。那不懂事儿，看你刚才把你妈咪气成什么样子了。为什么不可以问？我和雨征的爱情就牺牲在你们上一代的恩怨里，究竟为了什么？我们难道就该受这样的罪？不管怎么说，爹地这样做是为你好，以后你就会明白了。为了我好？好一句为了我好。爹地，你看我现在哪一点好？我的心都被掏空了，整个人像没了魂魄一样。我只要一想起雨征，我的心就感觉有千万支箭刺中了一样。爹地，我很痛苦，我很难受，我忘不了他，我永远也忘不了他。赛某，既然这样，让爹地帮你把他忘了。这是给你准备的一张船票，一个星期以后动身去英国留学。我和你妈咪已经商量好了，那儿的一切我已经给你安排过了。你当我是什么了？我是一个人，一个有血有肉的人，不是一头猪一条狗。我是不会听你们安排这一切的。你，我告诉你，我是不会离开上海的，更不会离开雨征。山盟，山盟，找得到我？你怎么会这么想？你不相信吗？我觉得我们两个人是有缘分的，你一定能找得到我。劝你才好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老天爷让我们相遇，却不让我们在一起？啊？为什么呀？
也许，也许你们就是蒙太古和凯普莱特两家吧。罗密欧和朱丽叶的两个家族，根本也不知道上一代究竟是为什么成仇。罗密欧与朱丽叶，我和雨征真要像罗密欧和朱丽叶一样，只有死才能在一起吗？你不要乱说啊！我只不过是打个比喻。要是你真的爱他，不如就找他好好解释一番，也许他会明白的。我找他谈。自从他父亲的公馆被封之后，我都不知道他现在住在哪，上哪找他。再说，他们逼我下个星期就离开上海，到英国读书。什么？你要去英国？这太突然了。走吧，一走了之。离开也好，可以把一切烦恼带走，也可以忘掉忘不了的人。雨珍，来，让妈擦擦。哦。习惯吗？慢慢就会习惯的。嗯。雨珍啊。嗯。妈想求你一件事儿。什么事儿啊，妈？我希望你不要再去找石家的人，也不要再去追问退婚的事儿，啊？妈，好孩子，就当妈求你了。我只希望可以尽快的忘掉这一切，不要再提起这些。我不希望再看见你伤心，好不好？妈，我答应你。这位小哥，能不能给我一支签？哪儿啊你，滚滚滚滚！让我求求你，给我一支签，让我混口饭。哎，你是哪儿的呀你啊？这位大哥，我叫陈林生，我抽刀不给老弟，我希望你给我一份工作。呸！你懂这儿的规矩吗你？大哥，别打人！别打我！你们怎么打人啊？我只想混口饭吃。打你！告诉你，不是同乡就不能再干活，你知道吗？你把你给我轰出去！你怎么动手打人啊你？大妈你好。哎呀，我的帅哥！完了！哎，对不起，大妈，我不是故意的，对不起。哎，你这怎么回事啊你？这衣服全是我刚洗的，全被弄脏了，讲不讲道理啊？弄脏了又怎么样？都怪你自己没长眼睛，这里是我晾菜干的地方，你把我的菜干弄湿了，不道歉，还什么大声的小声的讲什么道理？这楼是大家的，我有权利在这里晾衣服，你管得着吗你？气什么？好啊，你个没家教的丫头啊！你以为你年轻我就怕你了是吧？啊，要动手？好，老娘奉陪到底。谁要跟你动手啊？啊，你就不说了啊。大妈，对不起，真是对不起您了。妈，你看。大妈，对不起。我告诉你，软的怕硬的，硬的怕横的，横的怕不要命的，我就是活得烦了呢，我就等着你来。
算了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这吵什么呀？何时他分明是欺负我们家没有男人，等林生哥哥回来了，我跟他没完。那吵架自己也会生气的。表，是不是很疼啊？我不疼，咳咳不疼。来，你按着。哎呀，你真是的！你第一天出去找工作就跟人家打架，还被别人打成这样。以前帮老爷做事的时候，什么事都有老爷担着，我哪受过这种鸟气？我现在才看清楚，上海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地方。上海是个什么样的地方？人吃人的地方。你要是善良，你准备欺负，所以啊，只有把自己装得更恶，别人才不敢欺负你，才能生存下来。那你说，我们以后的生活怎么办啊？你放心，雨筝，只要有林生在，我不会让你跟太太受欺负的。林生哥哥。对了，就像刚才泼妇说的一样，软的怕硬的，硬的怕横的，横的怕不要命的。环境把我们逼成这样，我们也只有豁出去。怎么，连何先生也不知道啊？他说，自从演出之后，就再也没有见过于正了。你也不用灰心，我们再想想办法，一定能找到他的。没用的，再过几天，我就要去英国了，哪有时间啊？这，你走了还有我啊！只要他人还在上海，我向你保证，不管花多长时间，我都会把他找到的。找到了又有什么用啊？啊！算了，不开心的事儿你别想了，我带你去一个地方吧。James， 我现在哪都不想去，我只想尽快找到雨筝。你先听我说，有一个人一直特别想见你，可是找不到机会，所以托我带你去。疏于的柳若涵，你应该还记得吧？他一直很想见你，想当面感谢你这位大恩人。James， 你说我现在哪有心情管其他的事儿啊？我只想尽快找到雨筝。他的谢意我心领了，就这样，啊。还臭小子！不是说了不让你来吗？你怎么又来了？看来你这个人是不知道好歹了。说你了还往里走？我告诉你，我柴林生只想在这混口饭吃。你们为什么口口相评？好，如果不让我在这工作，有本事你们砍死我！哼，臭小子，你拿把菜刀就敢来这儿撒野了？真拿我们六号码头的人当软脚蟹了？兄弟们，让他看看咱们真本事！不行，
现在退走，以后就不能在这混。我找不到工作的话，我回去也是饿死，我打也是死，我不打也是死。有本事的话，你们就砍死我！倒啊！那我就成全了你。慢着。好小子，有骨气，够性格，我佩服你。哎，龚涛，他哎，算了吧，我看他也是条好汉。他既然是好汉，就跟咱是自己人。喂，小子，以后你就跟我在这个码头上干活吧。真的。这是我的履历表，请你过目。任小姐，你在厦门念到中学？对。你的学历不高，又不会外语，没有经验，又没有人事担保，我们很难录用你呀。经理，请你再考虑考虑，我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，我什么都肯学。也什么都愿意做的。你先别急，我还没决定不录用你嘛。看你这态度那么诚恳，我们决定让你试一试。外边求职的人特别多，我们的选择也特别多。对不起，我不是你的选择。我到厨房看看。太太也不在厨房。时间不早了，妈妈会去哪儿呢？这不是任安婷吗？
你说妈到底去哪了？时间都这么晚了，我去找找看。哎，还是我去吧。妈，太太，我来了。你到底去哪了？我都快担心死了。看你，妈又不是小孩子，只不过是出去走走，有什么好担心的？还好太太及时回来了，要不然我还不知道到哪儿去找你呢。妈，你到底去哪儿了？妈还能到哪儿去啊？还不是到城隍庙去拜拜，替你爸作福。可是……好了好了，太太回来就好。哎，正好，我今天领了工钱，所以加了几个菜。哦，辛苦你了，林生。辛苦什么呀？虽然只是几块鸡肉，但是我向你保证，太太，以后我会加倍努力，争取每天都是好东西。好吃不好吃并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，今后大家都能够顺顺利利、平平安安的就够了。来吃饭吧，雨筝，你吃。雨筝，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？这里不欢迎你，你给我出去。雨筝，我不许你叫雨筝，听见没？雨筝，我有话对你说。雨筝没话跟你说，你给我出去！我告诉你，再不走，再不走，对你不客气。够了。我们到外面再说吧。雨筝，你不要去。妈，放心，我知道怎么做。我好想你。有什么话就在这里说吧。玉章，这是三日后去英国的船票，只要你愿意，我们可以一起离开上海，到英国去念书，把一切不开心全都忘掉。你要走了？无论我爹地妈咪如何的反对，我都不再理会他们。只要你愿意跟我走，好吗？这船票你拿着。不，不，我绝对不会忘记我爸爸是怎么死的。是西蒙，我们两个人之间根本不会再有爱了，只有恨。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呀？啊！你带着这种仇恨，只能让你更痛苦、更难受。你就愿意在那贫民窟里生活一辈子吗？我求你，给你自己一次机会，给我们一次机会。错过这一次，就再也没有机会。至于冉安婷，你放心，我会让她重新过上更好的生活。玉章，我不想逼迫你，
我只求你给我们一次机会。我知道你内心和我有同样的感受，玉筝，我爱你。这船票你拿着，我会在船票等你，我一定会等你。他走了吗？他跟你说什么了？他是来道别的。道别？道什么别？他要离开上海去英国念书。他走就走嘛，还道什么别？他们家把我们害得不够惨吗？他是不是要带你一块走？不，我是绝对不会的。我只是担心你。你别忘了，玉筝，老爷是怎么死的。的老朋友的哦，妈咪，回来啦！你们这是干什么呀？哥，我们在帮你收拾东西呢。你都要走了，还一天到晚的往外跑。你来看看，还缺些什么？哎，妈咪，你们收拾吧。好羡慕你啊，要去英国读书，我也想去。一个女孩子念那么多书做什么？有时间要跟着妈咪去交际应酬啊，多认识几个上海的富商名流，嫁个好人家才是。我才不要嫁人呢，我要一辈子守着妈咪。你守着我？你不相信呀？搁这儿。妈，早饭你要吃点什么？我去弄。妈，你怎么了？怎么这么烫？是不是发烧了？大夫，麻烦你快点。大夫，请坐。Simon，那边我已经给你安排好了。到了英国，会有人接你的。嗯，太子，一个人在那边要小心啊。妈咪以后不能在你身边照顾你了。妈咪，放心吧，我会照顾好自己的。
Simon， 你去了英国可别忘了我这个妹妹啊。以前都是我不好，老是欺负你，现在我给你道歉啦。嗨，说什么呢，傻妹妹，我又不是不回来了。时候不早了，上船吧。 Daddy Mommy Joyce， 放心吧，我会照顾好自己的。想家就写信回来。 Daddy Mommy 再见。妈妈想着我们。拜拜 Joyce。James， 怎么是你啊？对不起，我来迟了。他人呢？谁？哦，你是说任宇征吧？嗯，没有。Damn！ 我看他是不会来了。你还是死心吧。James， 替我做件事行吗？什么事儿啊？时间的手浅浅掉落。